唞下氣先，等我而家中途中段講下我我啱出咗新碟啊 ，by the way， 有冇聽過啊？大家啊，有兩個人聽過，好，但我都要唱噶啦，嚟緊呢首新歌。但我覺得挺好的呢首歌的意思。我前嗰排都睇翻我以前的相啦，十幾年前咁樣，見到有些啊，點解我會同嗰條友做到朋友嘅咧？嗰陣時，但係而家住咗交噶咯。咁啊諗翻，即係我如果我永遠記得翻我第一刻見佢點解我哋 friend 到，咁可能嗰陣時就唔會嘈得咁犀利啦，係嘛？即係會包容啲咁樣。咁其實呢首歌就係想講第一秒啦。我哋對見每個對每個人都應該係咁樣，親人、朋友、情侶、老婆、仔女，都係有啲咩拗叫嘅時候諗翻，即係因為成日忘記嘅，好易忘。我哋好善忘嘅對呢啲嘢，衰嘢我哋就永遠記得記成世，好嘅嘢就唔記得，係咪啊？咁啊，呢首歌其實就講即係記下記得記翻人哋啲好嘢啦，係啊，所以。送给大家我新歌叫做《第一秒》。哇，好興奮！我今天是第一次唱 live 嘅，開唔開心？聽唔聽到啊？我最愛你的小片執急聖紙。和我个性即使不可说类似，多感恩有向手牵手放肆，矛盾与了解之间彼此靠倚，从前上至连屈屈不得志，你张开手给我救生衣，让我的人生多点宽恕，多一点意义。从此天天似初见，一生一世不变，和你每一秒都新鲜。回归开端那一秒，看你天真的一面，爱你每一秒，爱你每一天。源自这一秒，多谢。嗱，我嘅新碟嗰度有一首歌，系叫做《老伙计》，将会系我嚟紧嘅，我另外有个新嘅巡回啦，而家 plan 紧嘅 closing 嘅歌嚟嘅。咁其实就系讲一班朋友，真人越大啦，朋友越少嘅，但系真正嘅朋友系咩？就系。五年唔見，十年唔見，但每次一見就招呼都唔使打，一見如故嘅人咯。我哋每個人生命裏面都有一個咁嘅朋友，同埋尤其是而家呢兩年疫情，更多 long 啲嘅朋友，所以大家好好珍惜呢啲朋友。咁啊，我唱俾大家聽啦，今晚呢首歌，因為你哋就係代表嗰啲朋友，我每幾年見你一次，次次咁又嚟嘅自動波啦，係嘛 ？Yeah man。来啦，我哋唱呢首《老伙计》，有冇 camera 俾我？我落嚟拍下先。来啦嘛！每次见也未定期，当失足想哭诉，一匹步餐在耳旁，摸过路走过路，起码学到无理由做朋友，纯属好友就够好，假人交心得够足。美丽每次与你见面隔多小时，多。每次与你见面隔多少年，多谢都坚持，一齐摇啦，咁啊！
隔多少年都不迟，每次见似没别离。多谢大家。多谢你哋 Malaysia， 好快见面。